迄个喙管是因爷要求，即马是替阿妈拍的。你，这两个是替云雀阿姨拍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再敢拍我，我就……拍完才和你讲话。这六个脆皮是替慈英阿姨千面女郎，还有我这个前大嫂拍的，给你一点仔架势。庄嘉玲，我妈就从来不在对我，你到底是什么呀？你对亚家做什么伤害？是比这几个脆皮更加拆一百倍。你已经站在白蚁啊，应该要知道地球才对。